骑士队长的头盔加7的，然后加5指挥官徽章，这个是骑士范德加9的职务哦，三阶职务，加5的乌格努斯胸甲，加8力量祝福的长靴，然后五指裤，加8的激怒手套，杀虫臂甲，5祝福的金翅，这个很特别哦，加4的英雄肩甲，它的效果是主要这个蛮猛的哦 ，HP 吸收哦，可以给当速回，自带吸血鬼效果，力量手环，5祝福的英雄手环，2颗阿努比斯戒指，5祝福的金戒，7祝福的防戒，5代巨人戒指，战士项链，7祝福黑耳，7祝福红耳，7祝福紫章，7祝福绿章，加3祝福敏捷符石，加5祝福力量符石，万能药20罐，他伤害203，命中227，减免57，那他最高减免可以撑66，抗晕81，抗晕81，阿福万能药的话是489，已经扩充了，他的伤害、防御、晕命、抗晕、血量、伤害减免、PVP 伤害减免都吃满，命中吃20罐，总共是489。它是一紫变幻影骑士，38红变。那它红变觉醒总共有12只，大概看一下，刚刚有帮他算了一下，大概12只。蓝变有104，我缺4只。我们再看没有的，1、2、3、4，这4只没有，14只，所以在6只就保底了。然后红变2次，目前1只红娃15只，10只。蓝娃22，缺这5只，绿娃缺一只探险的龙斗士男，白娃缺一只火焰娃娃探险的，合成次数因为没有紫娃了，所以他也是这个蛮虐的哦。保底次数已经也来到了14次哦，紫娃14次，红娃18次，空中收藏是4组，有君王套跟恶魔王系列的，还有一个属性腰带的哦，总共4组，红装收藏。是48%、46%，收藏效果血量少3305，防御17，命中24，伤害25，昏迷抗性6%，伤害减免6，力量7 ，PVP 伤害减免3，力敏捷5，智力2，体质4。哦，其他你们看一下，48、46，啊，水18，火21。地也21，风12，格兰肯半圈，阴海煞半圈，三条，哦，一条绿色，一条红色的，哦，骑士三呢，啊？骑士三，它就缺进化三，其他都有了哦，红记满的，紫记就缺进化三，就是名誉币91万，变身币3万，娃娃币2万，加5指挥官头盔，加6祝福的防御戒指，变形怪项链，黄龙力量腰带。有5祝福的防御手环，玉货币，奥塔凭证，金粉，挖火山凭证，拉动印记，古代巨人遗物，都是凭证啊。纯白万能药，传说凭证，符石，奥塔螺卷，补充石，各式各类的也蛮多的。还有龙钻、守护石，还有一个符石的选择箱。他的仓库执念10000个，还有黄金金属板、白金金属板、蓝布饰品箱子，50可以。对这个账号有兴趣的朋友，哦，他可以谈哦。这个哥哥来找我的时候就可以耶，私讯我脸书，留下你的 LINE 的 ID 跟联络电话2个，谢谢，谢谢。